记得当时谁路过，秒针忽然停顿过，气温湿度曾骤变太多，记忆不停重叠过，你的表情提示过，爱的可能是我。想法太乱，幻觉太多，疑虑很大，直到说不清楚。心算太慢，但仍然算错，找对如人，偏错过。直到开始找不到我，直到终于不想找我，直到你擦身过，再应呢条友都好醒啦，用两架遥控直升机分先后次序嚟扰乱我哋，再趁混乱嘅时候拎走啲钱。如果当时守尾门嗰个系犀利妹啊，条友实走唔甩啊！我觉得你同阿 Kingsley 好衬得，我谂佢仲未可以放得低啊！你公共关系科做成点啊 ？OK 啊，呢个咁嘅油麻地妹同你根本就冇得比。我都话你哋有路噶啦。你究竟想点啊？我哋已经完咗啦。淫妇扮上菜 ，Nico 啊，跟住啲衰人冇好结果噶。我俾名分你，我哋结婚啦。嫁俾我。我真的很想做你身边的男人，你不是王婆，你是我老婆。麦达，我刚刚跟大高生通了个电话，是不是跟德纳索 case 有关？不是，不过他也有追问情况是怎样。麦达，全天文都在做事，不过暂时未有什么发现。我也要这样跟他说，不过他今次打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请我和你出席信达中心的 reopening。哇！上次俾個炸彈狂徒炸到啲玻璃外牆粉碎曬，咁快搞掂重新開幕啊？唔快人一步，點做香港首富啊？繼續做嘢咯！你好，恭喜曬！Madam Cool， 你好，恭喜你啊，大高山！多謝，今日真係好榮幸能夠得到警隊咁多位精英上面，多謝咁多位。老 Sir， 關於 Billy 嗰啲片。我仲要你哋帮忙。放心啦，大高生，我哋会尽力追查。咁辛苦晒。我系。爹哋啊，嗯 ，Professor King 嚟咗。哦，失陪一阵。Professor King， 你好，多谢 Professor King， 好高兴见到你啊。细高生你好。上次喺手术室俾人放炸弹件事，真系好多谢你，我真系死过翻生。乜说话？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嚟，我同 Billy 真系衷心咁多谢你。大高生，你捐咁多钱俾我哋大学，我多谢你哋出身。應該嘅。大高生，陳司長嚟咗，唔好意思啊，失陪，飲杯先啦。Thank you。各位來賓請就座，典禮即將開始啦。不好意思啊，各位来宾唔安，天坤集团旗下嘅信达商业你只表有指南针我，借俾我。有请天坤集团嘅主席高兆天先生上台。唔该晒大哥。大高生可以拎起金箭啦！嗱，金箭一挥咧，就代表一切有新嘅开始。咁第一阵系咪有唔同？可以接。一、二，冇箭啦！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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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哋。Professor King， 正话如果我把铰剪剪落嗰条彩带度，会有啲咩后果咧？内藏喺彩带嘅铜线，电压高达1500伏特，足以电死。今次好彩有得你同老 Sir 啫，系好彩支咪够敏感，受到高压铜线产生嘅电磁场干扰，发出声响，我先发觉唔妥。波头仲以为支咪距离喇叭太近嘅 feedback 声，点知原来系干扰声。其实初时我都唔敢太肯定。指南針是電阻傳感器，跟磁針一樣，對於周圍附近的電磁場干擾會有反應。當越接近彩帶，我手上的指南針就喐動得越犀利。由干擾的程度嚟睇，彩帶很有可能藏高壓電線。究竟搞乜鬼啊？點解會接二連三咪發生咁多事嘅？大高山，你放心啊，今次呢件事警方會高度關注，我哋會重新部署，將疑犯繩之於法。林河先生，请问你间 A Show Production 喺今次嘅 project 入边，总共用咗几多人手？12个。有冇外判？冇，全部都系自己公司嘅人。林生，我麻烦你睇睇呢段片，再留意一下踎度呢个人。嗱，你公司员工咧，我哋所有嘅人都睇得好清楚嘅，就唯独是呢一位，我哋睇唔到佢系边个，亦都睇唔清楚个样。喺呢个画面比较清楚啲，你知唔知佢边位啊？呢個應該是 Donald Fong， 不過睇得唔好清楚。咁你可唔可以詳細講下呢位係咩人咧？佢係 A 松嘅未來老闆。點解咁講？咁嘅，我周轉有啲問題，所以決定頂咗間公司。咁啊 ，Donald 咧之前已經俾咗40万訂金我噶啦，係因為盤數核數師嗰邊未搞掂，所以啲手續未辦妥咯。咁你之前識唔識呢個 Donald？ 有冇2个礼拜前啦？佢主動聯絡我，話有興趣頂我間公司。是嗰次先認識佢嘅，不過佢個人都好爽快，第一次見面就傾成價錢。未正式交易，佢就嚟做嘢。佢話想早啲落場，同啲夥計合作一下，了解下佢哋點做嘢喎。阿林生，我諗你可以聯絡佢嘅。可以，但係呢兩日我都揾佢揾佢唔到，唔知點解。呢一張就係 Donald Fong 嘅拼圖，但呢個人所提供嘅身份證號碼、地址全部都流嘅。長頭髮，但又可以係假髮，戴眼鏡又未必係真近視，極有可能成個樣都係化妝。有可能。嗱，呢個人咧就知道 Asian Production 咧就幫大高山嘅集團搞 function 嘅，咁就假意咧買咗 Asian Production， 然之後就混入去個剪彩儀式嗰度設局殺死大高山。根據鑑證科的化驗報告，部電流聲壓器和條電線彩帶，包括所有工具、報警板，全部都沒有這個人的指紋。他的工作人員戴著手套周圍走，都沒人懷疑啦。嗱，先嚟炸彈驚魂，阿仔死不去啊，跟住俾人勒索，然後輪到個爸俾人謀殺，啊，會不會全部都有關聯啊？呢幾單 case 係咪有關聯，仲未可以百分百肯定，不過不排除呢個可能。點啊？有冇啲咩頭緒啊？咪留。我哋分析過，會集中調查一個自稱 Donald Fong 嘅人，我好擔心佢會有第二次嘅行動對付大高山。我都有同大高山聯絡過，佢都有呢一個擔心，所以我哋會揾人保護佢，而佢自己嘅隨身保鏢咧，亦都會加多好多個。咁我相信兇徒都好難再落手噶啦。咁我哋可以集中調查。大高山對你好有信心啊！我知道佢今朝早親自向處長高度表揚你。Thank you, Madam。繼續做嘢。Yes, Madam。咁面，仲有咧咩事啊？想睇下你收到今朝份 report 未？今朝嗰份，哦，我而家睇啊。听朝要复噶啦。OK， 唔该晒。唔该你。咁多假噶，出面。爹哋妈咪。Kenny 翻嚟啦。
姐，Kathy 阿波如嚟咗啊！冇嚟错嘅。系啊，阿波如屋企装修，谂住买翻几幅画。系啊，所以咪嚟请教下 uncle 咯。唔好讲请教，大家交流下啫。我估唔到阿波如同我一样，大家都好欣赏 Baroque Art 啊。系啊，佢两个不知几好倾，都未停我嘴。嚟坐低先倾啦。系啊，过嚟坐啊。坐呢度得噶啦。 我記得 Kingsley 中意 impressionism 多啲嘅，唔啱傾會悶死。咁啊唔會，不過今日忙咗成日，有啲攰啫嘛。咁我唔阻 Kingsley 休息，我先走先啦。唔好意思啊，你可以坐多陣嘅。係啊，其實我喺度打攪咗你哋好耐㗎啦。Kingsley 啊，你送一送阿 Bowie 啊。哦，唔使啦，我有司機嘅。哦，走先啦。我放出去啦咁，我啱沖完啲新茶，你咁快先話要走。 Auntie 你自己飲啦。我啱做完手術嘅胃唔係幾好，我唔飲得茶。哦，我醒起咧，有個老中醫趙主任，佢係國家領導御用大國手嚟㗎。咁呢兩個月落嚟睇症，我幫你試下藥佢啊。等你可以調理下身體啊嘛。好啊，不如就呢個星期日啦。呢個星期日有得閒啲。星期日啊，診所遲休息喎。唔緊要啊，我幫你試下藥佢啊。我爹哋同佢好熟，應該冇咩問題嘅。好啊，咁麻煩晒你啦喎。唔使客氣，總之我藥好時間通知你啊。唔該晒，嗯，得閒多嚟坐下。好啊，拜拜，拜拜，拜拜咁多位。拜拜，翻去上房先。 Kingsley，你唔真系咁攰啫，你知唔知波儿今次系倾话其次，其实想见你咋？波儿啊，越睇越好。Kingsley，俾啲时间大家了解下。老老实实啦，妈咪真系好中意佢啦。嗱，佢又大方又靓啦，又知书识墨啦，性格仁义啦，对长辈又细心，呢女仔系好少有噶啦。得大嫂你话好嘅，直情系极品啦。Kingsley，咪走宝啊！我知噶啦，你哋唔使操心。 件恤衫系合合火辣辣，谂住帮佢降温啫嘛。陆婆姐，你帮我烫咗成晚衫咧，好辛苦噶，好心痛噶。你唔好住啦，嗱，你件恤衫咧，衬翻你呢套西装咧，应该衬得唔太好啊。是但啦，条条一样啫嘛。诶，咩是但啊？ 听日系你见波嘅大日子嚟噶，你可唔可以着紧啲啊？唔该。我要着紧嘅咧就系做足功课，听日对答得好好睇睇，就唔系话边件恤衫衬边条呔噶嘛。咁执得正啲咧，人哋会觉得你对工作嗰方面咧认真啲啊嘛。嗱，总言之咧，我哋听日见波嘅时候系有最佳嘅状态。你想话有最佳嘅状态咧，就要早啲瞓，因为听日好重要啊。 咩啫？我想临瞓前有啲鼓励啫嘛。你都唔好做咁夜啦，爸。嗯。早唞，老婆仔。 自大狂，边有人话自己表演101分噶？我讲事实啫嘛，嗱，呢101咧有几十分系归功于你嘅，原本系谂住35岁升职娶老婆啊，而家系提前达标。哇，睇你个得戚样，饭前留翻啲余地好，费事衰咗，到时更加淤啊！梗系唔会啦，我一定升硬做总督察嘅。我系话你一定娶到老婆噶，梗系会啦，你咁恨嫁。 费事毁住我唔放嘅。睇下点。喂 ，Chris 啊，顺利，thank you。而家同 Nicole 食紧饭咯，喺老懒啊。喺隔篱。唔好啦，我哋食完噶啦，就嚟走噶啦。搵日啦。啊，好啦，我过嚟坐一阵啦。 啊，系啦，拜拜。Chris，佢哋 send 你过去嗰边啊？系啦，班友仔鬼咁黐缠，我过去坐一阵啦，好快噶咋，喺隔篱间pub啫嘛。咁我等你啊，我埋单先啦。抵死。
成功啊，總督察 ！Thank you。喂，陣間有個新場咧，超正嘅，帶埋你過去玩。我哋請你，請埋你。嗱，咁多位，我應承你應酬兩句嘅啫。新場咧，你兩個自己去啊。多謝你請我。搞錯，應酬我哋。OK， 唔好嘈，我自掉一杯 ，OK？ 喂，好意思，好意思，一杯喎。咁就一個，喂，嗱一個飲，一個人飲好齋啫，一齊飲好唔好？嚟啊，嚟啊，飲杯！唔該，嗯，多謝。喂，琴晚我喺隔離街咧，見到你嗰個舊 file 啊！咩 file 啊？你嗰舊 file 啊！喂 ，Nico， 點啊？仲俾班 friend 纏住啊 ？Sorry 啊，你等多陣啦，好快翻。睇嚟佢哋都冇咁容易放過你啊！算啦，你繼續玩啦，我自己 call 的士走啊。你自己 call 的士走？係啊，難得咁巧你班 friend 出曬嚟，你玩得開心啲啦。哦，好快翻啊！多謝，唔好搞，唔好搞。喂，唔講啦，拜拜。阿嫂呢啲咪識做女人咯。大哥倫，今晚攞正牌噶，普通宵不醉無歸。梗係啦，落閘放狗冇得閃。OK， 喂，又話轉身搶，去行啊，起程咯，起程啦，埋單啦，唔該。老細請。依家星老闆做咩咁高興請飲酒先？梗係啦，呢個 round 我嘅，飲埋先好走啊。喂。男人開心唔開心都係得嗰兩樣嘢嘅啫，一係就女人，一係就錢。嗯，講得啱咯，咪就係女人咯。嗱，各位老友，我要做老親啦，恭喜曬！恭喜曬！喂，未來老闆娘係邊位啊？識唔識噶？佢哋識噶，支持啊嘛。我先，我哋飲埋支酒先啦。慢慢啦。恭喜曬！喂，阿星唔係草嗰個支持啊？佢講到我哋識嗰個支持係得一個啫。你最熟噶啦，拎我最熟啊！哥同冇份咩？喂，我冇啊！我嗰排见你同佢行得咁埋，我梗系冇啦！全世界冇女咩？大家 friend 啫，唔使咁 close 嘅。啊，星哥都算好嘢啦！全老闆咁多襟兄弟都嚇咁睇得開。阿星佢幾間 pub 啊，又有物業投資咁好景，使唔使儲嗰個資質啊？即係我唔係話要啲咩純情玉女，不過都唔使咁濫噶。嗰個支持難聽啲講句，老懶公似喎。哇！做乜靜曬望住我啊？冇嘢啊？嗱，即係講開就講嘅啫。你都就快升呢個總督察啦。想講咩啊？即係學你話齋，即係唔怕得罪講句啦。大家老友記。今晚 Nico 又啱唔啱數做你老婆咧？黐線咁啊！你揾 Nico 同芝芝比，心照啦，哥頓。你同阿 Nico 以前嗰種介乎朋友與戀人之間嗰種完美關係啊，講白啲，咪即係各有各玩。你玩得幾癲咯，佢咪玩得幾癲咯。喂，阿星啊，啲老金都係遍佈蘭桂坊啫，你知阿嫂噶啦，周遊列國咁樣。喂，對唔住，我講錯嘢，我飲杯。鬼唔知咩？系男人都想揾个又靓又有钱又玉洁冰清嘅女仔做老婆噶啦。不过，缘分嘅嘢嚟到边一拣噶？喂，你就快喺呢个有型总督察啦！你要拣嘅话，点会冇得俾你拣啊？喂，你怕冇女，爬到尖沙咀啦！到时先算啦，唔好咁衰嘢，饮啦，今晚开心啦，总之。啊，饮杯，饮杯。Friend 嘅，佢係冇嘢多，咩多咧 ？Wendy， 講到咩事啊？唔好意思啊 ，Lawson， 我屋企有啲事，聽日想請假。哦，冇問題啊，係咁啊。Nico， 過嚟pub揾我唔嗌我嘅？冇，我諗住你會飲得好高興，飲多兩杯，諗住攞你個車匙幫你揸架車走，但係諗下，我驚你班 friend 以為我借啲嘢嚟車住你咋。你真係好，抵曬。車匙啊！小心揸車。
你真系好，老婆真系。sorry 啊，臨走嘅時候咧 ，PC 先拎份 report 俾我，所以遲咗。食啲咩？咩事？兩位，食緊先啦，唔該。發生咩事啊？你唔好嚇我啊！你話俾我聽啊，究竟發生咩事？你琴晚喺酒吧同你班 friend 講嘅説話，我全部都聽到曬。阿 Nico 啊，我琴晚咧飲到好醉啊！咩系醉话，咩真心话，我识得分，你都知啊！我饮惯蒲惯，你好清楚噶。唔系咁噶，唔系你谂咁噶，你唔好乱谂嘢啦，好冇？我冇乱谂嘢，你好清楚一字一句话俾我听，每个男人都想揾一个又靓又有钱又冰清玉洁嘅女仔做老婆。Sorry 啊，唔需要，唔好辛苦自己，到时先算，真系唔使噶。你應該有聽過結婚結婚，唔係結就分。一月咁話唔結就分手咯。你唔好講分手啦，係我唔啱，我唔應該講啲咁嘅説話。Sorry 啊，對唔住啊。其實我琴晚諗咗好多嘢，我諗翻嗰朝喺牀度扎住你嘅手臂面貼面嘅時候，我愛上你。我再諗翻點解我會同你 Adrian 一齊。其實你知唔知點解我會中意 Adrian 啊？呢个时候冇必要提呢个人啊！呢个人好紧要噶，喺我向你示爱之后，你一啲反应都冇嘅时候，全靠佢。唔系佢，我唔知道我会变成点。Sorry 啊，当日系我冇接受你，但系经过咁多事之后，我发觉唔单止你爱我，我都爱你噶。我冇后悔中意咗你，我只系后悔将 Agent 当系你。其实佢 hurt 我。都是我自己攞嚟嘅，我仲唔识死，明知你都系因为 Adrian 而一时冲动去追我，我都唔理同你一齐，我仲大上头到以为我可以同你结婚生仔。你信我啊，我唔系一时冲动噶。你系，你琴晚嗰番说话已经讲出你心入面最真实嘅感觉，你想一生一世嘅人并唔系我。系你啊，系你啊，我知我而家讲咩都冇用，我俾时间你冷静下。時間行動會證明我是真的，到排期註冊那天我會等你，你一定要來。專登我打嘅，好啦，我唔肚餓 ，Wendy 你食埋佢。好，咁我唔客氣啦。哇 ，Wendy 你而家仲想食啊？咩啊？我食得落嘅，不過開唔會先。哇，好生藏啊 ，check 下啦。我 check 咗啦，不過從來冇 BB 嘢一個。嚇？有咗？兩個月。哇，怪知得你咁大食啦，一個人食兩份嘢。恭喜你喎。多謝。咦？喂，粗身大細唔掂當喎。Lucia， 咁遲啲攞產假時點算好？你放心啦，人手我會再安排嘅。阿 Wendy， 你自己小心喎。Yes sir，thank you sir。Peter， 呢份 Donald Fung 嘅 file 咧，我睇過啦，你自己 keep 翻啦。啊，真係激死啊！硬係揾唔到呢條友真正身份，毫無頭緒，打曬困籠。慢慢嚟啊，一定有彎轉嘅。都排期註冊嗰日，我會等你，你一定要嚟。啊，係啊，我聽日有事咧，請咗一日假，有緊要嘢先 call 我。Yes sir。I'm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I'll call back later.
Nico， 10:00，我哋要交证件排期注册，我等你，你一定要嚟。唔使等我，我唔会嚟，你亦唔使揾我。我谂我哋需要啲时间去谂清楚，大家以后应该系一种咩关系。拜。脾胃皆虚，正气较弱，要注意保暖，避风寒，仲有要多啲休息。其实最近我已经减少咗好多工作量噶啦。情绪唔好、紧张、发嬲，都会导致胃嘅自身保护修复机能减退。以校长你而家情况，应该时刻保持心境开朗先得。咁我要陪你多啲讲笑话你听啊。咁系啦噃。我除咗开药俾你，仲会写啲食疗嘅餐单过嚟。赵主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星期日都要你嚟诊症添，唔该晒。唔好客气。啊，我上洗手间啊。啊，洗手间后来批嗰边，锁匙喺出边。我陪你啊。好啊。Sorry 啊，阿杰，我听完电话先，好吧？唔紧要啊，快啲去得啦。好啦。去洗手间，点知我有个电话要倾，阿田就去咗先。等我倾完个电话去洗手间嗰阵，我离远听到阿田嗌救命，我好惊啊！我即系攞部手机出嚟，我想报警啊！点知惊到手震，跌坏咗部机打唔到。后屘我又听到阿田嗌救命，我见到佢喺楼下跑紧上嚟，仲见到一个戴住魔鬼面具嘅男人追住佢，我真系想走去拉佢走啊！点知？扑亲，就咁眼白白见到阿田被个男人带走咗，好惊啊！我就咁爬翻入诊所报警，我冇用啊，我晕尽啊！傻啦，你都系危险噶嘛，希望绑匪只系求财，唔好伤到大嫂啦。Uncle， 校长系大概下午3:00出事，你话班绑匪系下午4:30打电话嚟嘅系咪？系啊，个电话系我听啊。那個綁匪好像是他用了變聲器的。他跟你說什麼？他說校長在他手上，叫我準備10,000,000現金，不要報警，等他通知。那我想著問他 Victoria 現在怎樣，想聽聽他的聲音，他就已經收了線了。Gordon， 現在怎樣才能救到我媽媽？
快快脆脆俾1000萬嗰個綁匪，你媽咪咪冇事咯。啊，而家報警啊，都唔知會唔會激嬲嗰個綁匪，對阿力都嚟不利添嘅，真係。爹哋啊，綁匪唔會同你講信用噶，交俾警方處理啱噶啦。Uncle， 你放心啦，我哋會盡力噶。嗱，根據之前嘅案例咧，好多時綁匪同事主係相熟嘅，麻煩大家諗下，最近有冇啲咩可疑嘅嘢？或者啊，屋企啊、學校啊，最近有冇咩特別事情發生咧？你有冇同人結怨啊，或者嗌十之類啊？又或者一啲古靈精怪嘅嘢，好似神秘嘅電話、奇怪嘅 email 咁。我收過一個署名係 Ace 嘅 email。咁巧，你係 Kings， 佢叫 Ace。封 email 講咩？個標題係 Welcome， 內容大概係歡迎你提早加入呢個遊戲。我以為係垃圾郵件，所以 delete 咗。任何疑點都唔可以放過，我諗要攞你部電腦俾科技障礙組做嘢。老 Sir， 已經同案發大廈管理處嗰邊傾過偈，佢哋話今日星期日，除咗8樓嘅香港中醫學中藥聯會有開門之外，其他層數嘅公司都冇開到。今日嘅大廈出入記錄，亦都只係得嗰位姓趙嘅老中醫、校長同埋蔡小姐3個人。呢一棟舊式嘅商業大廈後門係冇閉路電視，仲冇鎖到，相信綁匪係經後門出入嘅。個綁匪好醒目，佢應該跟咗校長一段時間，等呢個咁好嘅機會先至落手。早知唔單條提中醫啦。柯頓，無論如何，你都要救翻 Victoria， 唔好俾佢有事。你放心 ，Uncle。Professor King 之前幫我哋破咁多案啊，今次我一定出盡全力救翻校長翻嚟嘅。原來發生咗咁大件事。我今次約你出嚟，唔係單單想講件事俾你聽。但我哋做嘢有守則，唔可以隨便將案情透露出嚟。老 Sir， 你揾得我，你係想？我想你翻重案組幫手。點解要揾我啊？兩個原因，在公 ，Vanny 打一套，唔可以再參與前線嘅工作。我一定要去 Madam Cool 攞人。在私，今次係 Kings 嘅媽咪出咗事，我壓力嘅前所未有咁大，我一定要幫佢救翻佢媽咪。但喺警隊入邊，仲有好多好 fit 嘅女警㗎。幾好都係新加入啊！而家非常時期，我要一班絕對信賴、合拍、有默契嘅隊友，加埋你，我哋呢一 team 先係最 fit、最 perfect 嘅。我應承你啊，你今次翻嚟只係 for 呢一單 case， 完咗之後你可以翻公共關係科。好啊，救人要緊，我一定會盡力而為。咁就好。其實 Lucy 你揾得我，我嗰邊嘅戚 Sir 同埋 Madam Cool 都已經 OK 噶啦。佢流曬頭噶啦，等你 say yes。等啦，系楼上书房已经执好嘅，你可以攞嚟做指挥中心。唔该 ，Uncle。老 Sir， 我攞啲嘢上去先啊。哎，唔好意思啊 ，Uncle， 小心啲啊。哦。冇瞓過啊！明白嘅，但系要小心身體啊！你仲要照顧你爹哋噶嘛？我聽哥頓講專登借調你翻嚟，唔該曬。你唔好咁講啦，你幫我哋警隊咁多，我哋好想幫翻你嘅。你成日話我幫你警隊好多，點解而家我自己有事，我咩都幫唔到？你一啲頭水都冇咩？哥頓同我講，好多綁架 case 都係熟人做嘅。我一路谂一路分析，到底系咪真系有熟人？系一个人啊，定系一个集团？妈咪有得罪人？到底边度出咗错？边度出现问题？喂，我平时嘅思维方式完全揾唔到答案啊！你唔好急啦，而家唔急得噶。天网恢恢，吉人自有天相。呢句说话虽然好老土，但系事实。Uncle， 尽量拖延时间。三、二。喂 ，check 下你画廊嘅 email。诶，咁 Victoria 佢点？喂，喂，跟唔跟到条线啊？太短时间。Uncle，check 咗 email 先啦。check email，check email 系 check 咩 email？ 个绑匪叫 Uncle check 佢画廊嘅 email 啊。等我嚟，睇下佢 send 啲咩出嚟。
边个一条片啊？快啲打开佢，可能系你妈咪啊！Victoria， Philip， Kingsley， 你哋要救我啊！佢话啲钱叫你哋一定要准备好，时间唔系地点，迟啲会话俾你哋听。千祈唔好报警啊！唔好报警啊！若果唔系，佢会掟我落海喂鱼噶，我好惊啊！你要救我，我好惊啊 ！Victoria， 咁点算啊？哥顿。你點都要救翻 Victoria， 佢身體肉貴，佢可能捱唔住噶。佢爹哋唔好咁啦，爹哋。Uncle， 你冷靜啲啊！而家起碼知道 Auntie 仲係安全啊嘛。阿尖 ，send 條片俾科技罪案組。Yes sir， 我想攞條片翻去大學研究。Philip，Kingsley， 你哋要救我啊！佢話啲錢叫你哋一定要準備好啊！时间唔系地点，迟啲会话俾你哋听。千祈唔好报警啊！唔好报警啊！肠中嘅秒针一直都冇喐过，个钟应该坏咗，估计唔到当时实际时间。不如再放大啲地下啲报纸啊，或者啲新闻同埋广告，可以出翻去边一日咧？又或者有冇可能肯定到条片系几时拍噶？其实冇意思，条片嘅拍摄同存档时间日期都系造假。我而家最担心嘅系，我睇到呢条片嘅时候。妈咪可能已经冇事噶，唔使担心。啲绑匪未攞到钱 ，Auntie 唔会有事嘅。系咧，你刚才咪分析过条片嘅声嘅？你话除咗 Auntie 把声之外，背景仲有冇其他嘅声音？咁会唔会呢个环境嘅周围系 set 咗隔音嘅设备？个绑匪心思咁细密，好大可能。要 set 呢类隔音嘅设备，都要人手同埋材料噶，话唔定都系一个线索。嗯，唔好意思。Kiss， 我啱想打俾你，嗱你讲先。饮杯鸳鸯醒下神先啦。做咩啊？冇茶档啲咁靓噶，不过粗粗地，顶住先啦。Thank you。唔使。你呢？我唔使住啊，我仲捱得住啊，淋天光先啦。系咪有啲咩发现啊？犀利妹正话提醒咗我，我逐格放大嗰条片，又分析咗条片嘅声，原来仲漏咗一样嘢。系乜嘢？唔通系光？冇错。我而家尝试用另一个软件去分析当时环境嘅光源、光嘅方向、光嘅强弱变化，我感觉可能到啲嘢。两边窗帘隐约好似有啲光闪下闪下喎。我将啲光源放大咗1000倍，屋外嘅光线射到两边窗帘，再红色嘅光。3、4，隔咗11秒，又有翻红光，又闪咗4下。咁即系话15秒里边头4秒闪咗4次嘅红光。究竟系咩光啊？我要请教啲 professor 先。Professor Robinson 答咗我，佢系美国一位研究航海技术嘅海事专家。佢话呢种频率嘅光应该系 blue flashing， 好可能系由灯塔发出嚟。灯塔 ？Robinson 仲话每一座灯塔嘅闪发都系佢独一无二嘅频率，只要打开香港嘅海图，就系知道呢座灯塔确实位置。校长话绑匪要掟佢落海喂鱼，睇嚟好吻合。藏身嘅地点好可能喺海边。灯塔喺地图嘅标记系咁。呢座灯塔闪光嘅频率喺15秒里面，头4秒会闪4次红光，喺地图会写成 FL:4R15S。我哋要尽快揾出佢嘅位置。
到出個大浪牌啊！十四 M 五 M 係代表咩意思啊？即係話燈塔嘅高度係十四米，燈光射程係五海里。嗱，燈塔喺大浪牌啊，咁藏身嘅地點喺邊？啲紅光係兩邊窗簾嘅強力變化，電腦計算咗係由間屋嘅東北方向射過嚟。根據燈塔嘅位置，間屋應該土泥灣村。老實，呢度真係望到對面大浪排座燈塔啊 ！Kings， 海邊間屋最有可疑。Kings， 留喺度啊！俾我入埋去啊！跟我到後邊。睇嚟我哋揾啱藏身地点。你妈咪已经死。Victoria 佢安全冇事哦。法证报告证实，喺现场揾到嘅血迹、头发，经 DNA 验证，系属于校长嘅。佢应该系受伤嘅啫。吓？另外喺嗰堆烧焦物里边，亦都揾到属于人嘅内脏组织，亦都系校长嘅。有理由相信啊，校长已经遇害。直到开始想起。终于不喜欢我，直到碰上一个，道别一个，最不想躲不过，直到开始找不到我，直到终于。想找我，直到你擦身过，才认得我。